Aries Channel， Aries Channel， 大家早安，我是 Aries， 我今天要去香港迪士尼，现在从尖沙咀要坐港铁去迪士尼的路上哦。现在十月刚好是 Halloween， 所以现在全部的迪士尼里面都是万圣节的主题，不管是游行啊，还有一些玩偶，全部都会是万圣节的，美食也都是哦。我们先进去逛逛吧。我要先买一个头饰，我看大家头上都有一个头饰，我没有，我觉得我很空。我买到头饰了，我跟你讲，来到迪士尼，每一个人头上都一定要有东西，要不然就觉得格格不入。然后刚刚买了一个史黛拉兔的，超可爱，而且它还可以这样折，超可爱的。不同的那个雪条，然后我选了熊抱哥的，因为跟我的衣服一样。哇，现在真的好热，太阳好大。我们现在要去钢铁人的游乐设施 Iron Man。来到迪士尼，当然也有想到你们喽。是，我会带一些纪念品回去抽奖，要送给你们。我刚刚看到一个很酷的东西，你看，它是这样子，里面会放一些糖果饼干，而且它的钢铁人的眼睛会亮，所以我就想说，这个应该比衣服还要更实用，这个就送给你们好了，我买一个回去给你们。接下来我们要来 Star Wars 的这个设施，叫做星战极速穿梭。进去以后呢，会很暗，而且它会是这样飞来飞去，都会很晃，所以就不拍摄。等一下我出来再跟你们讲，先去排队吧，感觉要排很久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整个腿软，我刚刚觉得好晕哦，里面速度太快了，而且我一抓到还在尖叫，一直叫，然后里面真的好暗的，就是像在星际里面，就是直接用光速在飞行的时候的样子，就觉得好晕啊。来看一下他们这边有什么商品吧。那么多周边啊，我觉得这件最适合我弟弟，因为我弟是一个超级的星战迷，这件他应该会喜欢。这边啊是可以自己制作专属的光剑，光剑 DIY， 好酷哦！可是重点是买这回家以后要干嘛？不实用。三点半会有一个游行，那我先在旁边逛一下，等游行开始。开始了，你们听这个音乐，那你们开始的时候会从那边出来。我现在要去看狮子王的舞台剧，听说他们这边的狮子王舞台剧评价很好，来的都一定要看，可以看一下它的环境。它整个是一个圆弧形的观众席，然后他们就会在正中央表演。啊，好可怕！
很刺激，可是它不会像那个大怒神是那种超快下来，它其实还是有一点缓冲的，比较没那么可怕，因为毕竟还是要给小朋友玩的。那我也找点水，谢谢，可以跟你说，对，可以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们，竟然在香港可以被粉丝认出来。接下来要去 shopping 了，备好我的钱，我要来撒钱了。买了两大袋，超多钱的，我做的港币应该都花在这边吧。等一下晚上七点的时候就有夜间的巡游，我已经坐在这边卡好位了，等一下就要 ending 咯。游行要开始了，你们看旁边有那个灯光秀。结果原来刚刚那只是一个小小的灯光秀，实际的夜游是要在晚上八点才会有。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Goofy 的 Donut 先吃。啊，好甜哦！果然是甜甜圈，上面都是巧克力。所以都会是很多反派角色，所以我就觉得哇，晚上的更有气氛。那今天的 Disney 之游就到这边结束咯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影片，然后帮我按喜欢，然后分享出去，还有留言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按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